完了，菜得很。声音调到底。早就应该放狗咬他了。哎呦，师傅喽！他就是视野太矮了，我跟个瞎子一样。我不会玩狗啊，这狗不如我自己动手。翻车了，翻车了。没了没了，不用过去了。我不见得。走了几下本体，你看就像来。看他是不是走了本体，完了换货。嗯。出现点总是这么的烂呢、啊。本来就没张狂，腿就短，还要跑路，天哪！
哎，这鬼火位置不行，再等一个火。送你去 VIP。歪了歪了歪了，怎么不下来？节奏就差一次。三重电啊，三重电就跑了。可能吗？有啊，就差一点三重电，打我两下嘛，就打一层就够了。点一手，他就是太矮了，看不清那个人到底往哪跑，就容易跟丢。魔术师。
哎呦！瓜皮一闪。肥肥肥，哎！哎呀，肥胖流速来着。救不到的，只要这个人，只要这个他进入二阶了，废了。等我啊，摘个树。哎，哦，摘过了。哎，搞了半天，这边有个种子，我刚才没捡到啊。死了！这个比布刀厉害，我说实话，速度快。我要不明显，这个比布刀厉害。我在布屋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看到了两坨火，我突然。又跳暗室，再放个火，不行啊，这火歪七八说呢。
哎呦呦，撞脸了。雷波好亏啊，没喽没喽，要完喽，要被秀喽。唯一的好处就是我卡了一个。打了一个这个，什么情况？为什么突然？为什么突然掉下去了？啊？我在三连，可能在四号，他应该在四号，他一定在四号，一定在四号。嗯。我是说后面有人吗？什么屠夫啊？反正不是爱哭鬼，应该杰克吧。我操！你拿钱放爱里？怕什么？小木屋心跳，小木屋心跳。OK。这我来了，张狂。喂喂，往小木屋往那个小门走了，杰克，杰克。在后面，我在墓地啊！我要吃不着了。他没踩板啊！哎，没打到啊，还觉得可以。那就要溜起来了。不追我了。去哪了？插眼，插眼。我可能不追你。哎，追我！我在墓地了啊，在墓地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墓地修一半多了。我在后面啊。那我正好去后门修，我在后门。你猫直接撞脸了，你站住！来墓地了，来墓地了，追我呢！我说我在墓地了啊！追我了，追我了，追我了！我凭借着魄力。啊，好吧，我还没赶出来猴呢。屁屁急了。我修红地塔了啊！亮了啊，小木有电吗？来来三连吧，三连这边三台。哎呦我去！一号机去修一下吧，没人修。我修了，你修的，哎呦好牛逼！哎呦。
刚藏好。他没传送，修完。还好。我到什么烂了？我去救人喽。魔术师记得补啊，一摸就亮。我的信息量太急了。红地毯，红地毯。我想补完信息，红地毯。我知道。你死后悔吗？这把时间很充足，我感觉。嗯。前方那个一亮，我就要去搜了，电机都不修了。墓地先亮了吧，我哥，我先去亮了。前锋差多少？我先去把前锋的开了。等，哎，我心里没个底。我操！跳个风水宝地。来了，这个头疼的，就是顺风就不限顺的。你那边开了吗？马上开了，待会儿我连进去。还两秒救了，兄弟，你准备救一个，不要再撞了。OK。压好了，那我不过去了，我去天门吧。救我一手，救我一手，不要再撞。来不切，哦，行你。不用，让他挂我，让他挂我，你秒掉了。来个长你就挂掉。到时候艾琳直接去正门，我就待在木屋了。到时候我就待在木屋了。出现了。一亮。亮，还等啥？你们快去正门。不去，我直接开，反正你不会死的。哪个男人出现了？来，小懒送的羽毛棒，就是 ACA 送的羽毛棒，感谢清波送的。那人干嘛来了？他又回来了。我走了，走了。我这把连红了。我也溜了。猫子第二个目的啊，算了，你没得希望了。120秒。六鬼六，做到最后一无所有。这把皮皮太急了。哎，墓地。4号了。那他应该在4号。4号。我不仅没掉东西，我还多了好多东西。我在小木屋，我在小门，我直接修小门心跳。来了，别走了，来小门了。来小门追我。我电机在30啊，可能修不完。他插没插眼？猫子被套路了。呜呼！烧的这一波。当木来。我走了。超近到了。来修4号啊，顺便把我电机补了。你电机在哪？4号旁边。我估计要回正三，哦，要正三来了，我要到正三来了。我得亮了。我很难受。猫神就是可以了，猫子。过来帮我。给机会。哦，顺良好。好转这个顶上没了。修了1号了，然后小木屋我回来补上。突然换气了。哦，艾丽手上那台，那这个电机真好。不，我手上这台我自己亮了，因为毛子在这边带。电机真好。帮我装一装，艾丽，快！哎，你倒吧你。啊？这么冷的东西。我来了。有点急。一半了，
我还得回去。我到木屋了，我到木屋来了。你还要往那边走？我能带我快走，你快走。可能猫子 VIP 没话说了。一号去。去多少？一号插个眼。我到小门去了。小萌，我反正，阿林有没有想法？阿林，来了，然后并没什么卵用。快攒点，快走，我先来，我过地去了。我先来，去找人摸好来吧，阿林。一号，没，他手电机去了，他走了，他留了。我们俩摸来，我们手电机了。他手电机了。手电机了，我来摸你，看到我信号没？我先撤了，还有半小时。太恐怖了！我这边板全下完了。你又不摸吗？人哭不行，狗挨你。你去抽宝贝吗？反正等我大心脏了。你这都打歪了。吃刀转脸喽。一号各位，一号还差这么多，重新修一台吧。我来黄展修的。你们那边牵扯一下，别让他走。对，你们假装修一下，我们一号，我们跟他聊聊。来了，手电机了，快重新修。没有，我们这边过马路。能开吗？能开吗？你？开不了，他要打我，误认。十一刀了。那是你半血之后回头满血会打断当前动作。哦，可以。TT 还等还挺多的。我要没了。哎，怎么投不了？主要你知道不？我一直想起来签名的那个梗。签名是什么梗？没有，哎，你没事问一句，你说句口头禅。带啥一刀？你看这几局一刀用上了吗？没有啊。摘点种子吧。然后就是这个火会吸椅子，油子里。太多了！
这个摘的摘的过程它不能取消啊。我四号机，他在红塔前面啊，是吧？他是大舅旁，差不多。嗯，这次我走一个神经病一点的地方，我走墓地。你呢？没摘种子，没时间去摘。就三台了。
肯定要救的，他不救这个人就飞了。这么无情的吗？但是不知道他那个滑板鞋几级技能，听到当当当的时候，以为那个滑板鞋是二级技能，就直接穿。感觉自己像个钢铁侠，都不用。不是，你确定要跑马拉松吗？站在此地不要走动，我去摘个树苗。这谁来写死啊，我的妈，到处都是树啊。你看谁敢来，
么亮一下，亮一下就吸一下呢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我这边种两个树你就死定了。还好头铁不虚，恢复得很快。好像都不用摘了，你要放一个好像炸的点，然后它就坏掉了，坏掉了直接去捡就好了，省得我摘了。二阶我感觉二阶也是我他妈的，吸的话他没必要两个人帮。